林志玲与美国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 CAA 相识已久，此次结缘于纽约，希望彼此的合作能够为志玲的演艺生涯带来全新的火花。纽约之行在 CAA 的安排之下丰富充实，时逢一年一度的纽约春夏时装周，志玲应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迈克·科尔斯邀请观秀，迈克·科尔斯更为志玲精心挑选当日装束，一身黑色紧身上衣和裸色长裙尽显优雅风情，惊艳秀场。志玲在秀场还与著名时尚摄影师马里奥·特斯皮诺相谈甚欢。马里奥·特斯皮诺擅长为时装大片赋予艺术意义，他善于发现模特身上独一无二的美，作品充满情欲又不失优雅。志玲表示非常欣赏其作品，希望能有机会合作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